金一泉历史悠久，以岳飞的九曜论为拳法精要，所以我们称岳飞为形意祖师。我从小练习传统武术，还练过拳击和柔道，之后带一头师学会了形意拳。小的时候看到一日本人，他们到全世界去工作，在工作之余免费传授空手道，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能不能把中国武术也传向世界。通过多年的努力，现在50几个国家已经有了我的学生和徒弟。形意拳讲求庄公曼练入道，法无定法，得静为法，明静易筋，暗静易骨，化静息髓。站桩练拳是知己的功夫，搓手是知人的功夫。形意搓手讲求宁可一丝静，莫在一丝停。形意拳霸道，出拳如坐虾，形如怀葱，打人如挂画。练习形意拳要以24法校正身形，即三弓、三锤、三扣、三圆、三顶、三摆、三挺、三抱，并称校24法。刀、枪、剑、棍是兵器代表，也就是说会了刀、枪、剑、棍，其他的兵器皆可融会贯通。形意以骨为弓，以筋为弦，以柔和为法，将周身之劲练成一家，形成横、竖、踏、扑、举、裹、舒等独具特色的内劲，这就是刹车劲。形意以12种动物为形，以五行为意，故名形意。五行拳，劈、砖、崩、炮、横。12种动物各有所能，龙有收骨之法，虎有扑食之勇，鸡有踩踏之能，鹰有捉拿之技，熊有出洞之意，雁有取水之巧，豹有如林之身，猴有纵身之灵，马有疾蹄之功，蛇有搏草之精。象其形，取其意，把自然融入诠释之中。这道理如同长江流水，在雅士眼中便是水墨丹青，在骚客眼中便是诗词文章，在形意人眼中便是武功招式。形意拳万法出自三体四，以校24法为形拳要领。初学练拳，要找空气清新之处，视野开阔之地。一方面为了身心之健康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培养自己高瞻远瞩之胸怀。由三体四得六面真力，由六面真力得翻浪镜，由翻浪镜得五行全镜，以全镜控拳。所谓拳就气血成，打法定要先上身，手脚齐到方为真，各手如登山，一步一重天。以五行全镜控刀枪剑棍，自然得心应手。功夫到此，则登堂入室，和自然变化之理，得武道神髓之意。
古如何如双传，多少奥妙在其间，代代授予有缘人，无形无意自成全。